西其实不便宜耶，说实在，300多块啊，对啊，不便宜。那目前除了团团之外，我们其他人都有稍微练了一下啊，忘记你们玩很凶好不好？这几天没有啊，稍微。我看你们最凶的是我，看没有、啊，你们都一样啦，我们都一样。你们都一样，我最不凶，我最温柔和谐。喉咙不太好、啊，对我卡痰，我卡痰。好好好，他们精美的六等，然后这几等啊？这个一直动，四等。我跟你讲，等级跟我们的等级真的是没有关系，没有啊，就只是看你在这边玩多久而已啊。对对对，就真的是玩多久的，跟魔物猎人一样。对啊。哎呀、啊，就有一个蛙人跟那个精灵六等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通关了很多个区域，然后每通关一个区域拿到一个神器就加一等，但是那个等级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战斗力什么的。那只是成就而已、啊，有个被动会稍微影响、嗯，可是真的觉得没啥差。影响很微薄啦。嗯，对啊，微薄，对，微薄。哦、我真的觉得我的青蛙看几次都觉得很可爱，可爱啊、喔！那对对，这个游戏到新的区域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村民讲话。嗯，村民讲话，我们是正版的，当然啦、啊，当然是正版啦、啊，正版啊，有铃铛，对啊，怎么会不是正版的嘞？我的名字是兔兔，我的名字是哈哈哈哈哈哈。我的名字是 Doki Doki Frog， 好哦 ，Doki Doki， 我看到绵羊了，等一下，有人想去抓绵羊啊？他爬飞起来了，然后掉下来。对，团团，弟弟的 ，Doki Doki 弟弟的，我在鸟点 ，Doki Doki， 啊，来，这给你。你是谁啊？在这里，小矮人。哦嗨，都给这给你，宠物，你要怎么用？我给他兔兔宠物，按 B 是打开包包，嗯，然后会有几个分页嘛，有个宠物、哦，那我送你这个，哦、为什么我多抓了一只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直想送人，哦，乌鸦哦。一直想送人，他一想把他送走，不是兔兔比较可爱，我就身上两只啊。兔兔可爱多了，我有兔兔，兔兔可爱多了。哎、欸，两只颜色毛色不一样哎、欸，没有一只是羊。哦、嗯，那只羊它伪装。一只是羊，俺这颜色。那只是羊好吗？好了，我们先四处找村民讲话。我们去找村民。F 一下哦。我要跟你走。你就讲一讲，头上就会出现。噔噔，你可以看一下地图，地图应该就有一些告诉你哪边有什么。真的影响，真的哎、欸。你要看地图会出现一些点，跟你说那边有什么事情可以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到四星的精灵，我看那个四星的祭坛，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传说胸甲？你们要过来一下。哎、欸，传说胸甲啊？在哪里？欸我找不到你们，我只在乱讲话。滚轮的话是滚轮放大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小地图。你们来我们这边。好，你在那裡？都捡到。这里有啊，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没捡的、啊。你们传说的，这里有一个、喔，太爽了吧？对，为什么好、喔？哇，你的村庄也太棒了吧？为什么、欸、开场一个好胸甲哎、欸？哎呦，不错哦！哎呦，团团村很好哦，团团村不错、哦，团团村好棒哎、欸，真的团团村不错哦，有点神哦。开场让你 doki doki， 要干嘛？对，啊，我看一下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拿弓。等下，这音乐好大声哦，我要调一下，调一下吧。噔，摸。他整条外面的声音哦，调没有啊？可以调啊，游戏可以调啊。我怎么找不到那个调的地方 ？ESC 设置吧 ，ESC 控制吗？哦，设置，设置。哦，看到了。是新观众，按。这游戏比较像是找情报，然后去情报点、打装备，然后就拿谷物，就这样子。嗯，古老的东西，不是吃的里面有胡萝卜、萝卜精。
萝卜精，我来帮他浇水，看这个水他喜不喜欢。等一下，该不是他吧？因为萝卜精有另外的东西。萝卜精，我可以打羊驼吗？可以啊。哎呦，被羊驼打死。不会。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在旁边拍手了，加油加油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只打一星的，我只打一星的。羊驼也只有一星啊。有，我看到三星羊。有啊，你要不要萝卜精？上次一阵萝卜精，他不要，他不要，他不要。你不要打我，你不要打我。萝卜精嚣张死了，嚣张啊！萝卜精，萝卜精嚣张。哎、欸，要抓绵羊的那个杂货商有卖棉花糖、欸、哦，有卖棉花糖，还有刚刚星星打到很开心，上星。萝卜精，萝卜精。耶、欸！怎么样？哇，怎么打三星的？我们在围殴萝卜精，因为他，我刚刚我在帮他浇水，他打我。哦、我拿萝卜片，好、哦，好吃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萝卜片做药水的，那个很好打到。哦，哎、欸，缓速，古斯来了，打架，古斯来看戏了，晕了晕了晕了，哦，他好多血啊。越多人打的话，怪会越强。对，对啊。本来怪可能只有一百滴，可能怪本来只有一百滴，如果变两个人打，他可能就变两百滴；三个人打就变两百滴呀。哇，虫好可爱哦！一直在那边打、啊，多半每天呢、啊。大师，怎么还不死啊？我怎么没有伤害啊？他好痛哦！你怎么伤害、啊？是。哎、欸，又一只，捡到一个。还有，又来了，萝卜片，萝卜精牙，牙波有萝卜牙精，嗯，这声音好好听哦。你看地图，啊对，然后这个游戏死掉的话会从一个女神点复活，嗯，那是辣椒吗？我们先去点女神吧。女神在哪？花辣椒，对啊，刚刚那个村子外有一个，有哪里？对，就我不确定大家都有没有点到，我没有点到，对啊对啊，我没有点到。好好好好，安安，大家安安，安安。对啊，魔方、嗯、今天玩魔方，很方块，这就是方块世界啊，超方块。哈，嗯，虾米都要方块一下就对了。嗯，滚，翻，不要说像麦块了，这款游戏不能打木头了。对啊，對这款游戏木头没用。这款游戏的战斗要素比麦块多很多，但是它没办法建东西，不是吗？对，不能差别在这，很可惜。差很可以啦，你可以打到自己的剑，有没有？只能这样子。等麦块地下城出了啊，再换那一款来玩。对啊。然后登记这个女神点的，就是你在旁边吹音乐，然后她有回应你就成功了。哎、欸，牧羊啊，如果她不回应你的话，你可能要重开游戏。对。都贵卷。哦，我好像本来就记嘞，她不让我按。哦，你因为这边是你，这边是你家，这边是我的，对啊，是我家。我记点了。你吃哪一个啊？牧羊犬有人要抓吗？牧羊犬吃什么啊？他在看我，哎，他对我比较有兴趣。会不会吃狗狗？也是应该、啊、吃狗狗。不是狗狗的狗狗的狗狗的素材啊。要喝水吗？他比较喜欢我。要花生吗？不要。你要巧克力吗？你给我喝哦。你要吃菜吗？选我，选我。你喝哦，我每次给我喝水哦。我都问过一轮了，我都没有。喝水，他都不要，都没有。我不喝水，柠檬派你吃不吃？矿泉水，喝水啦。苹果他都不要啦，他都不要。果片不要，我自己吃。我看到他被羊驼打起来。肉吧，感觉他是要肉。哎、欸，羊驼在打架。对啊。羊驼在、欸、掉东西，我看到了。我也看到了。什么东西？他跟史莱姆打架，这游戏是以评分是有点夸张吧？褒贬不一，服务棒。我觉得褒贬不一，主要应该就是他的那个吧，就每过一期之后的那个的关系。对啊，目前是因为那个因素，所以大家才会讲褒贬不一。对啊，就是这游戏你这一区打完变得很强很强很强，到底下一区要什么我重新来？对，你还是能带走的只有钱啊，然后一点点的果物这样。嗯。这确实练到后面会心累啊，会累累的。
他可能之后要想办法做调整吧，不然。对啊。啊好可爱啊、喔。这款游戏还算不错玩，但是这样子真的有点可惜。嗯。不不不不。我先找神。快讲话讲话。你好你好。法师搞屁事。我们附近有个矮人那边吗？好远啊，那个矮人好远啊。我找看看有没有其他鸟点。前面有个讲故事区啦。听故事咯。就是遗迹，就是这个故事，这岛上还有很多那种遗迹，就是去点的话，它有些告诉你一些故事这样子。嗯。哦，在吃什么？有人？有人？有人？跟他讲话。巫师，巫师。跟我说可是，哦呦，有人在追你哦，有人在追你哦。不理他，不理他。在哪里？你好，有个地精商人。地精商人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哦，有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旁边，就在我们旁边。地心的。地精商人。地精商人。被抓了。嗯。在上面，地图上面。就在我们旁边而已。地心。啊。好，走走走走。海鸥是用咸焦糖哦，咸焦糖。哎、欸，他蹲在地府，那招真的是白痴。啊！青蛙被弄倒了。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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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青蛙应该是哇哇！天哪，血有够厚的。没有，他等下蹲到地底里面更白痴。嗯。其实不是他血厚，是我们越等打怪啊。嗯。我现在装备是一星，他是三星怪啊！耶！哦，会鉴定装备，好了。哦，抽奖。那就开始讲了吗？现在。啊，可以。然后，可能应该不知道，就是那个繁星拿到的一个是有点像类似转蛋，蓝色转蛋，可以拿到蓝色装备。哦。对，这就是麦块的魔兽世界，没错。对，还有麦块的魔兽世界。它的转蛋会长的样子会像生怪蛋的样子一样。嗯嗯，游戏字很小，可以自己调啊。F 3 F 4啊 ，F 3 F 2 F 2游戏吗？哦，这样够大吗？这样够大吗？哦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这样够大吗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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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这边都是哎、欸，好棒哦！这个画面我看不到路了。哇哇哇！手游画面你知道吗？这边手游画面了，真的、欸。真的看好小、哦、啊！虫虫啊！还有虫虫，还有虫虫，嗯，遇到虫虫吗？遇到虫虫，打不痛啊！等一下我打不痛，我觉得要走了。有苍蝇哎，苍蝇哪里？我抓。这边海岸边，它吃什么？它吃什么？我记得我有它的东西，可是我忘记了。这里有这里，在哪里啊？苍。他主动怪了、啊，他主动怪哦，他主动怪，他主动怪，他主动怪哦。有，我刹车了，我已经刹车了，不要担心。可车村，村民不要打，滚啊滚，不要打，滚啊滚，不要打。双人在揍他，旁边还有其他人，我看一下是哪一个。要小心哦，他们走死了。哎、欸，来了来了来了来，滚啊滚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我绕一下，你快走。在树旁吗？我忘记了。快走。两只啊。他追人的话会去吸引，会被吸引走吗？啊，我跑，我跑，我跑。我离开，我离开。不是，还是血你 Google 一下吧，好。好。我隐身了。不是，你被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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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耶！ Yeah, 等一下啦，我记得我有，等一下。我要隐身在旁边偷看你被打死。巧克力不要，苹果圈要不要？不要，你在这被咬死。不要，矿泉水。矿泉水。我都不要。树莓汁。树莓汁不要。都不要，他都拒绝你哎。草莓鸡尾酒好不好？鸡尾酒也很好吃啊！不要，饼干饼干，这个你要不要？巧克力，我都不要。花生，我只想打你。你快查，你快查，你快查，你快死再帮你补。咖喱吃不吃 ？F L Y 嘛，它是 F L Y， 苍蝇是 F L Y。水果篮啊，水果篮，等一下，水果篮。你有吗？没有吗？哈哈，有了有了。他好开心，他好开心，耶！好变了，谁要苍蝇？谁要苍蝇？血好多、哦，可以给我啊！他血这么厚啊？他血千二哎，白色血超厚哎、欸，真的哎、哦，好像不错哎。为什么、啊？而且他好肥哦，是变肥啦。嗯，吃东西就变胖了，好肥哦！你可以借我吗？我看看我是不是也是一千二。好，谢谢。他叫什么？然后就再带走 ，FLY。FLY真的哎、欸，是啊，一千二，
那我把这个脱掉嘞。地精186。哎呦！是装备的，因为我们旧装备吧。装备没有没有，是新装备那个胸甲的关系啊。啊！我影一直过来了。啊啊！我要看着这只青蛙被追。好了。那我隐身。哦。隐身隐身隐身，好肥哦。苍蝇咬他，苍蝇。不过是因为他是看二，他是二星的啊。那氪金血量嘞，900。氪金很少，氪金是五星的哎、欸。对啊，跟他比起来，氪金只有900多，他就他1200，妹妹900多。而且我看他刚刚好像才一星哎、欸。不知道、欸、哇，刚刚看那只苍蝇一星而已啊。嗯，其实跟星级无关这样子。对啊，其实跟是抓到就是抓到了。苏格兰猎犬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那块地下神，对、啊，就是 P O E 那一种啊，我就在我在等啊。嗯、我们喜欢玩这种游戏啊。走路，地面毛虫，吧就是营地吧。啊，跳跳，嘿，我爬爬爬爬爬，按一可以爬墙。嘿，对啊，自己玩会拖仓，那个字超小。可以把它调大了、嗯，可以拖，可以调大、啊，拖什么？拖窗，眼睛拖窗。泉水是豆芽菜人的哦。豆芽菜人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哦，聊天室有人讲的、哦。怎么那么宅？不要，怎么那么厉害？记性怎么那么好？嗯，有毛毛虫，毛毛虫，对啊，毛毛虫可以装。你要吗？毛毛虫是要用一个很像鼻涕汤的东西抓。Yeah. 我是有柠檬派，柠檬派好像是抓什么柠檬的虫子，不是这个吧？是甲虫吧？柠檬派是甲虫，短音短音短音，对吧、啊？它有分甲虫跟毛虫。哎呦，这个会不会摔伤啊？会，哎、有会摔伤哎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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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摔，我已经摔过了，我已经摔过了，不会，我已经摔过了，不用那个了，我摔过了。打他。科技、欸、打他，有生命祭坛在上面，要怎么上去啊？那不是，那不是，那不是。你说空岛吗？对啊，空岛那不是那个祭坛，那个是你要先摔死之后跑魂跑上去，太麻烦了。而且这明明就没跑魂，我刚打开游戏就死过了。我知道没有跑魂，有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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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嗯、你要先摇铃铛才能跑魂，还 要叫小鸟，叫小鸟把你带上去。啊？对，就是你要找那个鸟啊，鸟类的、欸、去抓。苍蝇好惨哦、嗯！是不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用苍蝇，所以把苍蝇设定特别强？是要抓一只苍蝇？那边有蜜蜂啊，可以抓蜜蜂看看。蜜蜂要用那个很像跟它花纹很像的一种甜点。就抓宠物的方法是你要达到宠物的食品，然后去对应去喂谁这样子。所以我刚才会弄那么久啊，找不到到底是哪一个食物是它的。狗狗死了。洋葱精，洋葱精，你吃不吃泉水？洋葱精，你够了。你要不要喝水？喝水。我也要水，我也要水。他不喝水。盘古他不喝水。抓黑猫哦。对，只能抓黑猫。